OK，好了，这样我们开始啦。OK，你先玩那个Brand Moss 啦。OK，来，Go。You like green moss?好，我们讲地面先。你可以加多一点点 rubato 的，有点太 normal 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是 walls 来的，如果你玩太慢哦，它不像 walls， 对啊。walls 是一个 dance 来的嘛，对不对？一个 three four。轻快的感觉哦。啊？那轻快的感觉哦。其实是看个人啦吧，你这个是有点太慢啦，你可以快一点点会比较好。这样讲它也是一个单材的嘛，你玩这样慢，那个单子也是很辛苦的，有没有？对，可以轻快一点点，当然是最好咯。你 rubato 有一点点的啦，不够多啊，真的是要给它自然一点。OK， 然后你那个D 行啊，上次我不 suggest 你直接跳这个哈，就是那个声音那个 tone 啊。你讲你跟那个子还是你跟我那个玩法？两个都可以，做你的那个一样的托呢。不是，是这样。如果我想问的是，因为如果我就是因为你给我建议是改第一个嘛，如果不改的是第二个。讲讲哎，就是还在那个second position 的哈。这个噻。啊，两个都可以啊，是看你讲接那个托吗了吗？哦，OK。因为你看了、啊、你这样。那行啊，看啦，就分别的，这个比较暗，这个比较亮，就、so, 突然间会那个tone不一样一点点呢、啊。你的 video lag 啊？啊对。So 看到、哦、看你要讲两个都可以的，如果你用这个，你 make sure 你接的时候不要带尖哦，这个声音，这个会比较尖一点点。还是可以的，你就稍微你的右手偏左边一点，它声音就不会太尖 ，OK， 或者你直接不要换哦，这样子就肯定没有问题了，都可以的，是看你的 ，OK， 你穿一下，可以呀、啊，你玩对是这样，你给你的 video hang 着，我也看不到你玩什么，来 try 一下。啊，你玩 extra 哈、啊，你 try 来一次。这样子不是更奇怪？这样子更奇怪、欸，你跟那个书那边好，如果你要在这边 hold 久点，他是叫你 extra 那边回去吗？你是道具啊才回去，很奇怪、欸。
也是没有错啦，把这样子你干脆不要换不是更好。OK， 老师讲啦，越高的声音其实是越好听的。Open strings 啊 ，one two three 啊，声音很尖的、啊，你看。所以其实如果你讲用这边也是可以吧，如果你到 G sharp 才回去很奇怪耶。是可以啦，但你要注意咯，你借的时候好像有点不顺啊。然后那个声音，看你那都可以的，没有对错的啦，这东西。好。你问多一次下，你做一点 rubato 好吗？有 rubato 吗？我看到一样了，好像。有不是。OK， rubato 一个方式就是你把它当成呼吸 ，OK， 你呼吸快，你跟着它快；呼吸慢，你跟着它慢。还有一个就是你地力啊，地力它虽然是 Apia Captura 去一，它本身是 Grotchet Anderling， 你好像当成有点把它完成 Quiver 了嘞，你是？不是啊，是，它有点拍子，它是一拍的嘛。你的你直接进啊，就好像短的变得亏不了啊。分别很大的嘛，喂。OK， 你 try 一下，好像深呼吸样子的。OK， 我们讲第一行先。OK， 你看啊，慢，快一点。所以前面两个八是慢，后两个八稍微快一点点。来试一下。刚才讲了那地力喂，地力是 project 的。不用太多尾巴多啦，一点点就可以了。OK， 所以第二行这里你就可以快一点点了。你看我重新开始，门。代表你在阿卡啊这边来，你这边之前慢下来，所以 before 到这里阿卡卡多也可以玩快，可是你到这里就要放慢了，然后就，你这三力可以加一点 drama 一点 ，OK， 从阿卡卡多到那三个 base 都是慢的 ，OK， 三个 base 过后就要快回啊。Rubato 就是借时间换时间那样子的，把要自然一点啊，不要太就做这样子。OK， 所以你看啊，一开始是中等慢，快一点点，再快，慢。OK， 来 go， 这只是suggestion嘛，你可以自己改的、啊。来 go。
对，也等等等 ，maybe 可以找最后那个注意力可能快一点点。对你给那感觉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了，这样应该是对了。OK， 我讲什么了啊？我是两种玩法，一种是，一个是，看来，所以有时可以 mix 一点点的，就是 bang cha cha bang cha cha 或者 bang cha cha bang beat， 一点点 staccato 的感觉。这首歌你不要太多 staccato 了吧，你可以差一点点，有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练的时候我不小心练成就，对对对，我全部练成 staccato， 可是当我去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不太对，然后我就要慢就要拉回来这个。所以你可以去听他们 YouTube 不同的 version， 你看他们玩，我相信他们都是有唱的。OK， but 没有太多 staccato 啦，可能一个20%、30%罢了的。因为这首歌它不大像 staccato 的 voice 的。OK。微差一点点，把不是明显的啦。OK， 把最重要是 rubato 啦。OK， 好了，我们讲第二遍来。Go。讲这一段，而这一段你不懂 rubato 的话，其实简单了，你只要在每个长的那停下来就可以了。看来，看来，这个 A 过后我会停下一点，这个我后九点，你看来。就是 B， 看这个贝斯是后句的，然后就是，这是，我没有点啊，吉他点不见了。OK， 这有个看到你好像拖太久嘞，他的拍子还是一样的啊。到一下，你只是这里可以拖吧，你中间那个不要拖太久啊，是这样的没 ？Yes， 所以你前面几力快，后尾才慢，你前面可以快一点点的。这边就hold就得，OK， 其实听多一点别人玩的，不要就是自己练自己的吧，听上人家玩的。你拿到很多 idea， OK， 好，你玩下一 part 给我看，下一 part 是你的 favorite part， Marco 的。一样哦，秘鲁报道。你可以跟上面的玩法一样，你在长的那后九点。来看，哒哒哒，这三力我放慢来玩。
So, 前面三个八我一玩快，第四个八我放慢来，看来，慢，快点，放慢玩，重新快回。所以我在52、53、54，我在八52慢下来，我在59也是慢下来。你注意到我慢下来都是在那种比较长的那种啊，你在那些地方慢下来，之前那些怕你玩快点，所以我是快快快慢下来，重新快快快慢下来，这样子咯，这样的感觉好了。来 try it。呀哒哒哒，给它 drama 一点，哒哒哒。然后虽然是快啦，你也不是直接快了嘛，它也是慢慢 build 上去一点点。不是让你直接冲了，也是慢慢这样子上去的。哒哒哒 ，drama 一点。它是第四条线了。哒哒哒也是哒哒哒，给它 drama 一点，看来。看有慢有快的，你不会全部一样速度吧 ？OK。哎，你 try 的一次好吗？从那个从前面开始啦。这个 A 哦，后九点。你的 ending 也是可以慢点的，嗯。你的 F sharp 7面可以 hold 久点嘞，在 M E C B， 不然你进的很不顺嘞，有没有？好，下一 part 嘞。你这边好像按错了，到那边。你这一拍要多练习啊！你 try 一次。你可以在 chromatic 过后慢下来的，你看呢？
下一个可以忙下来。啊？哒哒哒，好像浮尸样子。你哒哒哒哒也是要后尾慢下来一点点的。Yes。对啊。老师到什么呀？OK， 然后我问他了，进 second house， 哒哒哒哒。OK， 你速度又慢下来了。Tempo 这里有点太拖了，还是 Walls 来的。OK， 所以我建议你去听一下啊 YouTube 他们玩的那个版本，听一下不同人玩的。OK， 我相信每一个版本都是稍微会快一点点的。OK， 你不用玩到这样快，但你不用玩得太慢也是啊。好，我们现在玩那个 Etude 好不好？Okay, 我们讲那一篇呢，你那边讲完。其实你八下去没问题了吗？你看、啊、它是 D 开始，然后 C natural， 然后八，然后才加第四个手指，这样子就不会慢下来了。你懂我讲那一行吗？我在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C natural， 八。你猜吧，你按 C natural 了，然后猜吧。八整个啊，比较紧一点嘛。然后你加位置，你看、啊，你从低。你发就容易很多啊，不然手指很多，没有。
对，然后才 normal 哦。B。OK， 我 suggest 你八喇叭，你不要八也是没问题的，只要你接到顺序 OK 而已。OK， 你这边是讲完。完。OK， 完。OK， 对了。OK， 继续完。那边这一行哦，那个 G 你可以扒一次的，再过去扒两把，看来比较顺了，我看。因为你看来，以后这样子嘛 ，A 嘛，对不对？你的 A 标拿起来，拔下去。断掉了。Hello， 小雪。The connection 哈，不用紧啦，我们也是剩一个两分钟这样子罢了。然后你做那个最行有哈。OK， 我那个最行。对，所以那个八是 up 你啦，我直接给 suggestion 嘛啦，所以我是觉得八比较顺啦，因为它不用特地移来移去呢，它过去左边又回去右边，就是一样的手指，啊，当然是 up 你的啦，都可以的。OK， 你看哪一个顺就用哪一个。OK， 所以这首歌Allegro Moderato 中等快，大概110样子咯，110-100样子。应该是靠近110左右啦，所以这首的 phrasing 就不用太夸张，它不像那个 waltz 很多 rubato， 这个一点点 phrasing 就可以了。OK，
OK。这 EQ 不大要紧啊，EQ 主要是练你 typing 啊。然后至于那个 phrasing，你唱那个 bass 出来，然后你看它低啊。phrasing 哦，然后大小声就是 bass 大声过那个 chord 就可以了 ，bass melody 嘛。大小声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它 EQ 其实没有很多 dynamics，你看到吗？我们之前我们上个 sem 的什么来的？我听不到做什么？Trimming 啊。这个 EQ 应该没有什么的，你看上个 sem 的 EQ 也是没有什么 dynamics 啊。你可以做 dynamics 点那吧，它这里没有写，你就自由发挥咯。主要 EQ 是练你的 technique 的嘛，这首歌主要是练你这个手指。three four，OK，因为我们很少这样子按嘛，我们很少这样子按嘛，这首 EQ 就是 target certain techniques 嘛，上个 sem 的 EQ 是练什么的啊？这样子啊，右手啊。啊，所以每个 EQ 都有它自己的那个 technique 的，至少就是你的这个左手，我相信。OK，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好了，这样我们就学到这里了，有什么别的问题吗？然后好看，我要给你们准备开始玩那个 skills 啊。上个 sem 太 last minute 了，maybe 这次早点给你们玩 skills。什么来的？OK 啦，好啦，今天学到这里先啦。OK，好，拜。